全马首届无人智能餐厅，利用手机点餐，好眼啊！健康吃快餐，快餐健康吃，怎样才称之为新鲜？就是要这样现抓现烤，才能大大声说新鲜呐、啊！满内福美，好吃，这个大头虾好肥美哦！小咪，这里到底是游乐场还是餐厅啊？根本就是大人小孩的天堂。八度空间，天天有新意。